一下朱雀对阵 WBG 的第三局上半场，这边艾丽是一个张狂挽留带闪现的雕刻家，军工厂艾丽的雕刻家梦回当年。怎么说呢，这个雕刻家属于是就是艾丽抗压，我说邦邦也不无道理。为什么呢？这张地图这套阵容邦邦完全能打，然后只不过邦邦呢属于是一个被动角色啊，被动角色。我刚才也是稍微的就是疏忽了一点， WBG 是有小分上面的一个劣势的，这个邦邦掏出来光保平是不够的啊，确实是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问题。啊，上来的话，这边抓调酒师，雷格西这里的话是双弹，一个翻窗加速，先绕一圈。艾丽这把没有带插眼啊，当年他这张地图是带插眼的，你别说啊，这套阵容其实带插眼也挺不错的，反而这个闪现还一般。第一刀骗飞轮，好，一刀补上，这边喝酒，调酒师。这个位置雕刻家闪现没好的话，这一刀伤害补不上，并且这边击球手是过来保一手，确保这个酒能喝上，一夹夹中，可以。这里能不能再补闪现 CD， 马上好，再夹压住位置，调酒师加速酒拉开。这边雕刻家的话，这个闪现交不交，搏一刀没中，你闪过去吃棍了。这边调酒师当面调酒，哎，真的有保镖在真不一样，这调酒师当面调。不过还行，艾丽这边的话是踩板子的时候被打了一棍子，所以说相对来讲没那么亏，他如果这个板子没踩就被这个棍子打开的话就血炸，也不叫血炸了，就很亏了。这里调酒师再喝一酒，交闪吗？艾丽打的还是比较求稳的，这个闪现没有乱交，因为这波闪现交过去呢，其实他是没有身位去补这一刀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闪现不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调酒师拉开以后，哎呦，这击球手好烦呐、啊！三岁，他的击球手以后感觉要上班位啊，真的。因为最近在观战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应该知道的，我们在观战里面就看到了，就全是他的击球手，他在排位里面就打这一手。而且打得很好，这里的话是两分钟形成的击倒密码机两台半。对于穷者来讲，因为刚刚给大家讲了嘛，朱雀这边其实跟艾丽保平，跟 WG 保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东玄保平他们就能拿下，所以说对于穷者来讲，他们不需要打得那么的用力，不用打得那么的过分的，我就老老实实的这边能救下人来就行。但对艾丽来讲呢，现在有一点什么好，虽然说你这边拖了我很久时间，但是我的存在感不少的，我现在二阶了，打一个双倒艾丽平友，甚至后续如果说节奏再好一点，看一下要降，哦呦，要降的救人。三岁还想打吗？其实我觉得这波上帝视角来看，三岁不打会更好一点，抢机子了，这个时候抢机子了，因为这个雕刻家现在手里面有闪现二阶，击球手真想打的话，有可能打着打着击球手被融化了的可能性都有的。你来打，你真该打，来小兄弟你可看好了啊、哦，看好了啊，来彪啪啪啪，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，是不是没有必要来，这波配音都配得非常的完美，兄弟们来666打在公屏上。二阶雕刻家闪现都没交出来，直接抬走。这波其实是不需要，也不能说不需要打吧，可以不打。不打的原因在于穷者保平就可以，他们保平是可以的啊，妥，要命了！这现在属于是毁天灭地啊！毁天灭地啊，军工厂艾丽雕刻家手里面有闪现，闪现一刀抬走。当然他现在其实还离多抓还是不稳，现在需要干嘛呢？第一，击倒这边的调酒师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需要在击倒挂飞之后再形成一个击倒，那差不多就有机会了啊，差不多有机会了。打出了两个交字起，一个病患，一个击球手。
但是这一波的话，雷格西扛住了呀，被迫逼出闪现。击球手又来了，三岁一棍子，哇塞，还好带了张狂啊。这波打完，求生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的状态很残啊，他们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就是只差轻轻的那么一压。现在穷者是不允许有人倒地的，倒地就没了，倒地是四杀，都不是三杀，倒地是个铁，也不能铁吧，大概率的四。一波大副，这边的话穷者补状态，大副手里还块怀表，这个怀表怎么说？雕刻家的话，现在艾丽这边道具雕像交完，跟一波骗出怀表以后回头去管密码机，但是求者这边的话选择比较求稳的补状态，可以的，补完状态以后还是一句话，就是求者这边现在是不能有人倒地上挂的，就但凡倒地上挂了，艾丽这边挂着，然后你就被迫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一个人修机对吧，你要压机子，机子得修吧，另外一个要救人，现在就是属于三个人的点位全清，或者说两个人的点位全清，然后中间那个人被排到了，艾丽顶出去打这个人很难救下人来的。但大夫这边没倒，求者这边开始了一个无尽的拉扯。朱雀这一手选择补状态补得好啊，哎，这波状态又补起来了，大副这边状态补起来了，因为这波打什么呢？打艾丽的一个闪现真空期，打你击倒不了人，然后那边密码机再补中场，这边的话两边机子在修，可以哇，朱雀的这个残局的选择包括他们的拉扯确实够好。现在还要翻道具，这个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，这种局放在排位里面可能已经对吧，第二把都已经有人上挂了，讲道理这种局放在排位里面真的老早没了，扛不住的，直接已经挂上对吧，四杀带走了，对吧，哪能打到七分钟啊，现在大副手里还有怀表，病患手里有魔术棒，击球手手里有球，还人手带道具的一个护臂跳开，哇，这拉扯真强啊！这让我想到了上一把，让我想到了 BOE 啊 ，BOE 那波的一个残局抉择，冒眼加修，不救人，然后铁屁股顶，艾丽这边被迫交出闪现，但是这个闪现交现在的这个击倒跟我刚刚说的击倒就不一样了，现在时间上面已经晚了，艾丽选择挂地下室，挂地下室的话直接亮。我觉得直接亮吧，对，这波直接亮，因为为什么？这个击球手是没有大心脏的，球者其实拖不起的，大副这边是个铁屁股，又是这个屁股，又是这个大副，头粉场看到了击球手，艾丽这边因为交掉闪现的，他其实没有秒人能力了，或者说他现在没有打实体刀的能力，球者这边全有自保，击球手出来一个球要平吗？一棍子点开，爆裂。这给他们平了，朱雀的人怎么这么强啊？